婚姻之事，你俩谈不合适。让你们镇国公府派人来议吧。我亲自来议。长公主，以后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多礼了。燕儿刚刚说的话我完全认同。燕儿，你可要记住了，如果你以后做不到的话，我可是要打断你的腿的。你们放心，成婚之后呢，我会带真儿像亲生女儿一样，绝不允许任何人慢待了她。镜中花一剪一环，迎亲起驾。你却脆弱，那是谢谢。此生也无缘，来世再纠缠。